无敌龙卷风，我想来试试看这个抽中率到底设计出来有没有大奖。5859 60，这招证据了，500块，全部都六哦。Hello， 观众大家好，我是尊。各位观众，有没有去过干妈店呢？它就是比较有人情味的便利商店。说到干妈店，其实真的是我小时候的童年。我其实不太确定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干妈店，因为我前阵子回我的老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家附近的干妈店也关了，到处都已经被便利商店覆盖了。现在便利商店繁殖的速度就跟14世纪的老鼠一样快。我小时候真的超爱去干妈店抽奖的，我们小时候干妈店可以抽玩具、抽钱、抽老鼠、抽蚕宝宝。对，现在想起来真的超级不人道的。我很多同学啊，就是花几块抽到一只老鼠后，可能过个三天后老鼠就带死翘翘，最多就抽玩具了吧？集满八方云集就可以送一把价值80元的青龙偃月刀，集满四海游龙就可以送你一把倚天屠龙剑。我怀疑是那些水饺店超前15年前部署的连锁计划。你知道八方云集里面那个极致根本就拿不到，我们都不知道抽了几百块，我都还抽不到极致哎。那你那可能只要50而已。像那种老鼠、蚕宝宝玩具都是一季一季的，大家最想抽的其实还是钱。2021年了 ，David 想，2021年啊，我终于有财力直接把这个抽中了买下来了。你们知道这东西超贵的吗？这都这样子花我几千块，我都可以知道当年老板娘到底要骗我了，因为当时在朋友间都有流传说那个抽中了。根本不会中奖，他不会中。其实事实说，我抽也没真的中过，所以我今天就要来试试看。我买了几种我童年超常见到的现金抽中了，我想来试试看这个抽中率到底设计出来有没有大奖。老板娘，这有没有骗我？过了13年，我现在就知道了。钢弹超人太棒了，一点没有版权问题了。360当，320当价。这个当应该是指抽当的意思，这就是小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资本主义有多么的邪恶。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无敌龙卷风，这应该是无敌铁金刚吗？这看起来怎么那么像是那个日本评价超低的那个白痴动画？340当，1元抽，就是抽号码，然后去对应这上面的号码，如果拿到的话就可以拿到钱。你看1元抽1元，根据民国110年的物价，我们这个烟赚到爆啦！用1元抽1元，我马上就致富了。第三个一样是红包袋来抽的，你看这个看起来就像是政府官员不知道从哪里请来的公主生所做的这个海报，抠了一些盗版素材，那真是充满了种族刻板印象的一个设计啊。5元乘160路，现金组应该是说抽一次5元，然后我们总共160包，那你可以抽到上面的钱。我们现在抽这个钢弹超人，你看我一定要钢弹超人啊！1元可以抽10元袋，跟你们见识看大人的财力。我要抽100袋，100袋。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你花了1元跟老板买，就可以在下面抽一个袋子。抽到袋子，如果是1到18号以内的话，就可以拿上面的一个红包袋。20号，最需要18号以外的数字了，你知道吗？对啊，就是我省吃俭用，省下早餐钱，就是为了来抽这个抽不到的游戏了。对，我终于中了。8号，那我现在可以抽一个10元袋，对不对？这可以摸包哎，像是玩游戏王一样，可以摸包。来喽，见证奇迹的时刻。发现这上面有一个1元的卡，然后上面写说有小麦支出，这个1元我可以拿去买小吃。来喽，我们抽到的第一个现金到底会是多少钱呢？哈，10元，我目前抽了14张。中了10元，这就是致富的管道。小时候我常听说啊，这个用日光灯是可以照出来的，你就知道是不是大奖了。我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好像隐约可以看到数字，我刚隐约好像看到4号，不知道是哪一家。47号，如果手电筒光再更强一点就看得到。但我没有被骗哎，老板，难怪我从来没有中过大奖。老板还骗我里面有1000元，我花了15元，终于又中奖了。好，再选一个。10元袋就是你啊！5元有小麦支出，我这边有1块，不过现在还有1块的小麦吗？我就连大概去年前年回去干妈店，那个棒棒糖都变1只2块了，现在还有1元买得到的小麦吗？大概是一个荷包蛋糖吧，还是10元？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一个迷信，就是说抽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是有号码顺序的。所以你要抽奇数尾数啊，可能3啊7啊，然后你要抽中间牌，可能抽77啊88啊这种。我现在就来试试看，我就选一个77好了。
就是你了。我有预感，我要中四号，189号。其实我用这方法从来没中过啊。小时候有另一个都市传说，就是这个抽汤啊，里面不会有全部的数字。你像他写1到18号，可里面其实只有12号，剩下6号，老板就可以把钱自己暗藏起来。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把它抽完就知道了。54855555355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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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证据了，不枉费我一张一张拆。这边有30张，这边有14张，也就是44张。这一叠有56张，加起来就是100张。这一叠121张，75张，196张，再加上这边的150张，也就是346张。那剩下的4张，1、2、3、4、5、6、7、8、9、10、11、12、13。14，360张，但是却少了2号、4号、6号跟10号，也就是这少了4个中奖号码，就多赚40块，你这为什么都抽不中？就是这个有问题。我还一个一个算，想说是不是我哪里遗漏了？我把所有都拆开，我发现，真的少4个中奖号码，怎么样？这东西是有这么黑心的吗？我今天本来想要测验看看说，说我买这个东西回来，它到底有没有骗我？他还真的有骗我哎！也就是说，如果老板一开始就拿走4包，你是一辈子都不会发现这个是有蹊跷的。哇，太邪恶了吧！我刚花了1个小时左右把它排出来哦，我发现有很多号码是有2张的，40号、47号、8485、316号到320号，全部都各有2张。然后也有一些号码是缺的，像是140号、147号。184、185、228号，还有2460。我本来只是带着玩笑跟怀念同玩的心情，去想说期待一下，说，说不定他有骗我啊，是一个都市传说，他真的有骗我。奇怪，其他的数字就会印错，就1到18号不会印2个，就是台湾的公益。以前跟他们俩是真的有在骗我，我不能确定以前一定有，但是至少我能买到这个以前的抽抽乐，代表他曾经一定在市面上有流通过，也就代表。他一定有在市面上骗人过，难怪我在干妈店永远都看不到是满的抽抽的，一定都有空缺。因为如果我带钱全部去抽他，我就会发现这个有问题。老板娘，我不去你的家把你棒棒糖全部敲碎，虽然就算敲碎他还是会卖我，不管他敲碎，总共得到了180块，还有60块的干妈奖兑换券，我是240块，我花360块抽，还亏了120。没有，其实应该是亏了160以上，因为我有4个是永远都抽不到的。第二个是八方银财，这个玩法就是抽出来的话，他会给一张卡片，如果你有中奖就写在上面，没有的话就写明谢未顾，这样子是500块。我开始怀疑这个里面根本就没有500块，我从前就这样静悄悄的崩塌了。终于拆完了，5元160路现金组，也就总共花800元可以把它抽完，上面给了你500元的钱。来，现在公布它的结果，我总共抽到了5张10块、2张50块、1张100块，以及152张冥界回顾。也就是说，这里面只能抽250块，我又被骗了哎！他给了500块，爸爸啊，这个骗的比刚刚还扯，刚刚只骗你40块，他这个直接骗了250哎，那剩下250再怎样，摆好看了是不是？这2款都是我小时候很常抽的，不抽了，但是我们还有最后一次的机会，开始我们这个无敌龙卷风，也就是带给我们最后的希望，找到一点人性的光辉，找到不要再骗小孩子钱的干妈老板，我觉得这是我们已经做的，我们一定可以，我们再抽一次。给我们干妈娘最后的机会，还给我一个纯洁无瑕的童年。终于花了我2个小时，刚刚前面2款我们已经发现全部都骗人了。我的童年全活在谎言之中，我还是依然相信第三款的光辉，因为第三款是无敌龙卷风，盗版的山寨英雄是不会骗我们的。340抽，我全部抽完了，原本预计可以拿到155块的奖品，结果拿到的钱是106块，全部都。